好，嗨米拉。大家好，我嗨戴诺。我跟戴诺最近其实也一直有持续的见面，然后可能大家看到他是上一次中秋节的时候了吧，一直有跟他见面，然后一直有跟他聊天。因为最近我觉得我心情有点不太好了，就是最近这几个月，他也很能理解我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就是我觉得我情绪是有点低落，然后我跟很多其他外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啊，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的一直把那个情绪放到那边呢？所以他们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些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大家也就建议我，然后做你喜欢的，对，可以做我喜欢的、有兴趣的，把我的那个心情去转变一下，让我自己可以开心一点。因为这样子其实对人长久的精神的那个健康也会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来做香水，因为呢前几个月我就学了一个调香的课程，但我也知道，所以他就想说 Mano 有认识的朋友是开香水的品牌，可以让我真的去体验一下做香水的感觉，而且是不是一般的那种香水，是可以更深入的去做。所以 Dino 今天就带我来，很开心。 Dino 是第一次做香水，他也很期待，没做过香水，他也很期待，其实他自己很想做，然后是借口说要把我就是变开心，结果是他自己想。我们现在来到大学路大学楼底下的灰灰的一个 shop 道，我的呀。인동초향같은경우는이향에대한전반적인느낌을我喜欢水果啊，柚子那些。哦，戴诺为什么这次会来？因为他说他本来是对香味其实不太有认识，所以他也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学一下香味。没有味道吗？为什么？有啊，这很强哎。对啊，有。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被训练。我觉得你平常应该是对其他东西没有兴趣，你不会闻东西，对不对？去洗手间的时候一直用我的鼻子。这个我觉得更适合你。是吗？嗯，是一个主啊。我觉得都好闻的，他们家的香味。因为刚才问了一大扎的味，跟着我们现在要选一些我们比较喜欢的，然后就拎前中后调这样一起去闻。Chicken。嗯。完全좋아아진짜真的맘에들어真好哦你喜欢甜的我喜欢甜的味道超甜你那个很多水果在里面我的呢我大概是除了一个以外都是水果跟你完全不一样我没有甜네좋아되게편안한很舒服的感觉很像睡觉的感觉你是很甜很有活力的很不一样你看我们选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闻味道的时候我觉得一个那个像跟那个做的人很适合的中国人做香水的时候你做出来的香味是很跟着你的个性的个性对太浓好认真미라반단你一定要打坐这个味道就是很帅哥的感觉帅哥的感觉啊我们现在要定一个比例我已经卸完了你很满等一下因为我很认真因为我真的想做一个我很喜欢的香水出来重要的是味香做香水的话呢就是要从 base 然后 middle 然后 top note 这样子叠上去이거뒤로흐른다이거그냥부어아니이거에다가아까그거나반대로생각했네어 很像蜂蜜水这样子搅拌我比你快잘못떨어진거아니야사이다같은데因为这是原液的里面的成分都不一样嘛它其实是酒精然后加了很多成分去混出来的一个做香水的 base 所以这个倒下去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这样子不同的颜色刚好单独用的成分算是没有冲突可是我这个是有所以它更需要多的时间去这样子去搅拌最重要的过程来了10毫升的香水听很喜欢这个香味
真的剩这个很可惜，有点잠깐 얘기못하겠어 Yes. 第一道一个是米拉米拉，这个就是10秒的香水，这个呢就是 room spray 来的。Room spray 呢就不用等了，直接就可以用了。但是香水的话呢就要等大概7至10日呢，等它里面的成分呢去熟成了，即是 mix 得更好之后呢，我们用的时候呢它的香味才可以完全发挥到出来。因为呢它们有个这样的礼物盒啦，是啦，譬如你这样过来整香水跟着再整 room spray 的话，你可以这样一 set 送给人，整这个香水就是送给男朋友都会的开心，但是是啦，如果有男朋友的话就可以这样做咯。可是你会自己用吗？还是这个不能给别人，为什么完成的那个程度我觉得还不好，所以你都会自己用的意思了，所以其实就是自己想要。我们刚才呢是还剩下一点点的这些我们的完成品嘛，我们带不走有点可惜，所以老师就说可以这样倒落它的棉花度，就可以这样印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它就在四周，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些香水之后出来的味道是怎样的。我没知道，喜欢哎、欸！天哪，很开心，我真的很喜欢香水，就是我对香水的喜爱是从小的。我觉得你的香水比我的好，我现在做这样的时候，他的香比我好。有经验，有经验，有学过，学了很久。我之前香水那个课程，好不好？啊，我真的很期待七天之后、欸，哎，看如果有机会的话，想送给朋友，这是我第一次亲手做的香水。我不会送给你的，你比我好。No， 我的也是很甜蜜，还有很好。对，你很甜，那个，很女生的变了。你刚刚擦跟现在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香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而且就比如说你现在擦了这个香水的话，我可能就会马上对你的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香水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给人家的一个印象吧，然后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我觉得香水就是自己的诀窍，对，就自己喜欢的更适合自己的，我觉得也蛮重要，可以利用香味来改变别人对你的印象。所以其实香水这个东西真的蛮有魅力的，难怪我这么喜欢它。我觉得我会真的去很用力的研究香水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我也学了怎么去调香了嘛。我期待我两个星期后的我的香水。对，我也是，现在真的有变开心。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情绪很不好，然后很不开心的话，其实真的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会帮忙你以后可以走更长远的路。谢谢 Dino。 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要好好地爱惜自己啦。人生我觉得你遇到的障碍其实不单止一两次的，所以我们要令自己的精神更加健全。大家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或者是有些很不顺意啊、很逆境的事，首先大家好好爱惜自己，因为人生是有很长远的路要走啦。我们并不可以因为可能一时之间发生的一些不顺心的事而去放弃自己，或者是不去坚强。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逆境之中真的要自强，去找一些令自己可以调息的方法，无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啦，就好像我这样做香水啦，或者大家可能觉得做运动、看书啦、看电影啦，全部都可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加油，我在这里都为大家加油。嗨，上一次见面就是做香水的时候，我想做一些可以送给大家的礼物，就想到啊，不如做肥皂吧，就是开创新你。然后这个是他的做肥皂的工坊，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做肥皂。他们肥皂也是有香味的，所以就喜欢香味的我当然要做这种有香味的肥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些很漂亮然后很香的肥皂，做好之后我就会想要送给大家。因为上次整香水呢，我没办法可以整好多支，咁今次整番眼嘅话咧，咁我知道可以整好多嘅，咁所以咧，其实我有少少想将我呢份心意咧，可以送俾大家，都系手工制嘅番眼，大家期待我的肥皂。我也给你，你也要啊？哦，今天我也做，我做的也是给你吗？哎，那看大家想要谁的。내향을정하시고하시면됩니다냄새가아무것도없네지금네무색무취약간은은한걸못맡아머스크같은거타봤어예이느낌은알겠어갈때큰일났네장미아닌가맞아찍을영감펀큰라잉어음동색계펀은가루오그은빛나와요네은빛이나
이제 넣을게요. 네, 이제 붓을 굽기 전에. 미라, 화이팅. 하이. 자, 굳어가기 시작하면 안 돼요. 빵감 우유 연구라서요. 이 파이. 간장이요. 고민하지 마시고 쪼르르 내리지 말고 훅. 다. 그만. 훅 보세요. 좋아요. 因为本身有泡泡啦，跟住佢头先用咗嗰个挤挤去挤咗。这次我选的味道真的好，比你好。이번에는무시이걸세게부으면섞여버려요그래서비슷한힘으로밀게요이렇게거든요다진짜허브니까네그래서你分一筹先，想大家可以好分啲。我自己都可以好瞓啲，睇唔到，좋아요。스틱으로어떻게해야되죠？괜찮아요。很紧张，因为这是讲速度。꽃잎을就是빡빡빡。이게내거아니었어？어아닌데？어그러네？오렌지오렌지가뭐였지？橘子。橘子，橘子的味道。아橘子가치즈라고했어이거왜효과음이나와요？벌써미래를 도방을만나도아주진해요치우라인은암색부을게요부을게요조금만빠르게좋아요잘했어잘했어요너무잘했어요몰라咁我早几日就去拎咗番茄啦，同埋啱啱咧我就去咗买呢啲包装纸，同埋啲心意卡。咁呢几个番茄咧就想送俾各位香港朋友啦。咁因为，唉，作为香港人呢几个月真系辛苦啦，都知道大家好唔开心。咁所以希望我都可以尽到少少心意。其实虽然我都知道冇乜实际上好大嘅帮助，咁但系每一个番茄我都落咗唔同嘅香味啦。咁希望大家用番茄嘅时候都可以令自己放松下，因为始终人生嘅路咧系好漫长，咁我哋咧都要适当地俾自己喘下气嘅。都适逢圣诞节啦，咁希望大家喺圣诞节咧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嘅。大家只要加入我呢一个 Facebook 社团咧，社团嘅链接咧我会放喺说明文嘅。咁加入成为我社团嘅成员之后咧，就可以知道如何得到我呢个番茄啦。点解我觉得一啲都唔似噶？晒咗好多张，呢个超靓咯！我个人嚟讲系几中意呢一粒。好，搞定。